泸州最让你关心里面的身体健康，特别邀请马家病院的医护人员来到你来为女性做乳癌筛检，只要符合资格，电话免费检查。乳癌筛检车就停在泸州区仁爱国小的大门口，方便为检查里面前来参加。虽然你这摆特别请来马家病院医护人员来帮里面进行检查。我们也呼吁我们妇女朋友大家能够一起来珍惜这个机会，健康是自己的这个财富是别人的，所以我们认为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政府针对45岁到69岁女性朋友提供两年一摆免费检查的补助，加上这摆阁直接办伫附近，来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相当担心。你平常时敢有固定检查的习惯？我这种的较无啦，我去年阁有去马甲检查、抽血啦、全身检查，有诶无诶啦，嘿。像咱今仔活动办伫你来，对你来讲是毋是较方便？对，较方便，毋免阁走足远啦。如果错过即摆检查的妇女朋友，只要年满45岁到69岁，或者是40岁到44岁有乳癌家族史，拢会使接受政府的补助。到合约医疗医所来进行检查。记者陈明辉、林金如、罗州采访报道。